你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有啊。你是因为我弟跟杏儿来了，所以生气了吗？玉娥跟赵磊不也来了吗？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生理期来了？安心，这个钉子没钉进去。你钉呗。再说了，缺一根钉子又不会怎么样。这么牢固，怎么了？不行，我给你躺一个，我给你睡。给你试试啊，一点都不会。不结实。非常的结实。出来。很结实。哎。那你这么想玩，我们一起试试吧。我才不要跟你试。总比你安全。哎呀妈！啊啊！那个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事。没事就好，以后小心一点。他长这么大个子，又不是纸糊的，当然没事了，对吧，林月？是，我没事。他没事。